不但水有啊，有就有就有精神啊，所有一切物质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统统都有，只要是物质它里面就有精神啊，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啊，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，它必定有色法啊，就是有物质啊，物质有我们肉眼能见的，有不能见的啊。那么这些近代科学呢也都证实了啊，所以佛在经里面讲，一微尘一毛端里面，你能够看到啊整个宇宙的讯息，这是科学没有说到没有说过的。科学今天只说到佛经上讲的类似的微尘，但是微尘里面有变法界的信息是科学没想到啊，所以华严的科学就超过现代人啊，他不需要用仪器啊，他叫你什么修清净心啊。佛教的我只要我们把执着放下啊，你就证阿罗汉果啊，你就成正觉啊。再能把分别放下呢，你就证正等正觉菩萨果位了。最后再把妄想放下，妄想是起心动念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，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外面的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啊，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就称之为佛陀啊。那要有人问你这世界是怎么来的，你把它详详细细说一遍，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啊，真的不可思议 啊你看两句话就说完了，就说尽了啊，古人的教学啊，首先把所要教你的活盘托出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我们再看下面，然用就体分，非无差别之事，四义离贤自有一计之贤前面是跟我们讲宇宙本体，现在跟我们讲啊宇宙的现象啊，讲它的作用啊，用就体分啊，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差别啊，像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是从用上说的啊，是本体里面的一分啊，不能够离开体啊，体是一个啊，作用呢那就无量无边啊。四以离邪啊，四里头有离，我们现在看到四没有看到离啊，四是相，离是什么，离就是性
理就是体啊，哲学里面讲的宇宙的本体啊，理就是体。啊，离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但是六道凡夫只知道四，不知道离。啊，离怎么迷了？啊，一即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即是没有分别。只要你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在事上就能见到理，你在相上就能见到性。啊，你如果不能够放下分别执着，相上见不到性，事上见不到理，那什么人呢？六道凡夫啊。啊，不能跟阿罗汉相比啊。阿罗汉虽然跟佛相差还有很大距离，但是阿罗汉毕竟证得了少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三大类的烦恼他断了一条啊，他不执着了啊，所以在事上见少分之理，在性上呢，性上的时候，相上呢，他还没能见性啊，那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就不是六道里面任何人跟他相比的啊。大师怕我们对这个还很难理解啊，再用比喻来给我们说啊，是其有病起药性，妄生智力。这比喻好啊，我们生病了才去找药啊。啊，如果没有病呢？没有病就没有药了。啊，所以病跟药是相对兴起的。啊，有病你再找药。啊，对治病的呢，那就称之为药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妄生呢才有智力。啊，如果没有妄啊，智也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智是什么呢？我们将来讲到三系六粗里面啊，这就是六粗相的头一个智相啊。这个智是什么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知识啊。要知道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知识啊，有什么？有智慧。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，啊，知识是从分别生的，智慧不是的，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啊，只要把障碍除掉，智慧就现前，啊，你看佛在《华严经出现品》里面告诉我们。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个难得了啊！如来是自性啊，啊，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啊，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啊。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现在就是佛。那我们跟佛差别怎么那么大？
啊，佛能说华严经，我们今天听都听不懂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啊，差别佛也说出来了，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这就说明了，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字就是妄。你怎么会升起这个东西出来？啊，那这个东西怎么生的呢？为什么我们会有妄想分别执着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是几时生的？从哪里生的呢？很多学佛的人都不免呢这样的想法。啊，这样的寻求，那就坏了。你没有把世尊的那个话里头重要的意思听懂。啊，重要意思是什么？妄嘛，妄不是真的嘛，不是真的，你就不能追究了。啊，你还追究？哎，什么理由？我起心动念啊，我几时起心动念？那就是妄中再加上妄，你永远回不了头了。知道妄就不要理它，把它放下就没事了。你就还原了，这是佛讲的话真实意义。你没听懂，你听错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示现，我们的确不容易体会，但是慧能大师给我们的示现呢，我们就很容易体会。你看他听忍和尚讲《金刚经》，半夜三更啊，那也讲大意呀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他全盘放下啊，他就见性了，就悟了。悟了，见性，性什么样子？他说了五句话。啊，无着一天，完全肯定了，一波就给他了。这个五句话第一句，这个五句话就是《大方广华严经》的内容。啊，你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讲这部大经讲的是什么？就这五句话。啊，这个能大师标题说出来了，佛所讲的是细节啊，就是这五句。第一句讲的何其自信啊，本自清净，说明是你的心是清净的。你的心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染污，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的真心啊，真心的清净丝毫没有改变，只是你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是真的，它产生障碍啊，
智慧、德行、才艺、相好不能现前。你只要放下，放下全现前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了啊，千万不要是妄中再去生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第二句他说的，何其自信啊，本不生灭。你要能够入这个境界，你就不会贪生怕死。为什么？没有生死，本不生灭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大般涅槃。啊，岂如大般涅槃的境界？入大般涅槃境界，那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第三句所说的“何其自信”，就是没想到自信啊，本自具足啊，他样样圆满，没有丝毫欠缺啊，智慧圆满啊，我们今天讲。知识也圆满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向他请教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自信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他不需要学，只要把障碍呀放下，把障碍除掉，啊，这个大德、大能、大用。就现前啊，第四句所说的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”，这个“本无动摇”就是自信本定啊。大乘教里面佛常说：“那且常在定。”无有不定时啊，那且是比喻，比喻诸佛菩萨啊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讲，他一丝毫心浮气躁都没有啊，心浮气躁他断绝了啊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无论在什么处所。他都在定中。幕后一句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，能生万法，他能现宇宙啊，他能现我们人生。佛法里面讲的依报跟正报啊，诸位晓得正报就是自己一个人与别人不相干，别人呢，别人是我依报里面的人事环境啊，我们依报里的这个依报是环境有三大类，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，有自然环境啊，有这三大类，这三大类都属于依报，就能生万法啊。所以你要问华严经讲什么，华严经就是讲这五桩事情，讲得非常详细，哎，也讲得你非常欢喜，欲罢不能啊！啊，就妄生知觉力了。啊，这个妄从哪里生的呢？
妄从阿赖耶三细相的生的，啊，三细相里面第三个，啊，三细相第一个业相，业是动。我们今天讲的真动、波动，啊，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的微细，啊，它没有来由的，啊，它是虚妄，不是真的，啊，有这种波动现象。在自性里面有这么现象出来了，啊，这个现象不并不碍事，啊，没事，啊，它跟自性实在讲它不相干，啊，可是你要是执着它去追究它，麻烦大了，它就起作用，把你自性的智慧德能全障碍。佛把这桩事情的真相给我们说出啊，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。我们要听懂了就得大受用啊。啊，那么有波动，你随着这个波动走的话呢，它就变成转向。啊，我们一般也叫见分，啊，就叫能见，能见相，能见相，起了能见相了，一定就有所见，所见是物质现象出来了。你看看哪个在先呢？精神在先，就是我在先，谁能见？我能见。外面境界相，境界相是幻象。不是真相啊！幻象从哪里来的？幻象是自性里的本来有的本自具足。如果没有业相，没有见分啊，就没有转向，就没有物质的世界啊。所以你要晓得物质世界是这么来的啊，它怎么发生的？这物质现象是一出来之后，好了，你就越陷越深了，是吧？智相生起来了，就是妄劣智生。啊，这三细相里就讲到这些了。啊，智生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有相续相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弥勒菩萨所讲的啊，一弹指32亿百千年啊，那我们现在科学是用秒做单位啊，那我们弹指弹得快，大概一秒钟可以能弹四次，再乘四啊，这个速度是多少呢？啊，是128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一秒钟里面的它这个振动的次数啊，是1280兆次，一个振动就是一个生命啊，一个振动就是一个物质现象现前，所以物质现象不是真的。这个振动起它有，振动灭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，但是它这个它第二个振动它又出来了，就像我们看电影啊，电视也一样，但是电影呢你更容易明了，我们在电影荧幕上荧光幕上看到的现象它是振动出现的啊，你看放映机里面是幻灯片啊，它那个速度是多少呢？1秒钟24兆，啊，也就是24分之1秒，你看到这个荧幕上的画面，啊，你所听到荧幕上的音声，画面
是24分之一秒。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宇宙那个速度多快呢？啊，是1280兆分之一秒。哎呀，你以为它是真的？全是假的，跟那个电影没什么两样啊！啊，每一个画面都不一样，你要懂这个道理啊！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影的底片一打开之后，就看到了啊！你看一个一个，前一张不是后一张，后一张不是前一张。张张不相干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？是一种相似的相续相，不能讲相续。相续应该前一张跟后一张相同的，这相续它不相同。啊，前一张不是后一张，后一张也不是前一张。啊，是个相似相续相。我们不要被这个骗了，所以这假象啊，金刚经上说的好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不但我们六道轮回的相是虚妄的，再跟你讲设法界的四圣法界也是虚妄相，都这个道理啊。再跟你说连一真法界啊，诸佛菩萨的十报庄严图还是这个现象啊，那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决定没有物质，也没有精神。啊，我们净土宗教常寂光土，常寂光才是真相。啊，那才叫真正的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么十报庄严图是怎么回事情？十报庄严图，那个里面居住的人，确实与一切法了。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你出不了十法界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妄想断掉了，无明断了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啊，生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啊，还有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无明断了，习气没断啊，所以他有这个现象出来啊，这个就是十报庄严图啊。啊，那个境界里面人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的啊，这是我们在学华严学了这么多年。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，所以修行什么最重要呢？放下最重要啊，放下你智慧现前了，智慧现前你才能看破啊。所以张家大师教过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啊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很难得了。我一学佛头一天，他老人家就把这个秘诀传授给我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敌凡夫，虽然得到真传，我们自己不会用啊，差不多搞了30年才逐渐的醒悟过来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？行，答案是肯定啊。如果再给我3-5年的时间啊，那就很有可能呢修入境界啊。为什么呢？从经教里面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吗？啊，这一点很可贵呀！啊，世尊出现在世间，
为众生讲经说法49年，我们体会到这一层，不辜负世尊了。可是我们没有达到圆满。怎样达到圆满？我们要契入境界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真正对得起世尊。世尊为我而出现在世间。这就跟世尊真正有缘了，就佛度有缘人。你没有契入这个境界不算。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？华严经里面初住菩萨。也就是说，你有能力真正超越十法界。到初住这个地位了，你才是真正式的佛的学生了。因为你在十宝庄严土是你无名的习气。现这个境界出来。习气没有了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也就是只有常寂光，连十宝庄严土也不见了。常寂光那才叫永恒。佛经上讲的大光明藏那是真正有，那是真正的自己就是六祖能大师所讲的那五句话。下面说个比喻并起这个药生吗？病亡则药亡。这个亡跟无的意思是一样。病没有了，药就没有了。病是什么呢？病是凡夫，六道叫内凡，病得太重了。四圣法界叫外凡，那个病轻一点。到什么时候才没有病呢？病好了，超越了十法界，你就没有病了。没有病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好好调养。这个养的时间很长。佛经上常说，菩萨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够圆成佛道。那么三大阿僧祇劫从哪一天修起呢？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算起，也就是你妄想真的断掉了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再不会起心动念了。到这个境界了，你升到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在那个地方能不能修呢？不能修，没得修的。如果你有个念头想修，坏了。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了，所以那个层次里面叫无功用道，也就是永远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吸气有，不要理它，慢慢自自然然断掉。这个习气不好懂古德有个比喻比如酒瓶里面盛的是酒，酒是代表烦恼，把酒都倒掉了，倒干净了，擦得干干净净，里面确实一滴酒都没有了，
闻闻还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就是习气。这个味道有没有办法除掉呢？没办法，只有一个方法，瓶盖打开，放在这个地方，放上个半年一年再去闻就没有了，就自自然然的没有了。哎，你可用不得力啊。那要多久呢？这个习气才完全没有了？三大二乘七劫啊。所以证得圆教化身菩萨之后，在经历三大二乘七劫，习气没有了。习气没有才叫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那时候什么？那时候这个十报庄严图没有了啊，最后常寂光现前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所以不放下不行啊！不放下搞的什么？搞佛学啊，就是学术的佛教啊，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。拿着佛学，哎，可以在学校里课堂里面上课啊，佛经哲学啊，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，他给我们实现啊，你看晚年，我认识他之后没多久啊，他在台大开大乘佛学、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大单元呐、啊，啊，一直讲到他退休。退休之后，辅仁大学把他请去，啊，在这个哲学博士班里面呢，讲华严哲学，啊，一直到他往生，他往生79岁。跟释迦牟尼佛同年，啊，释迦牟尼佛79岁往生，啊，方老师教学时间早，20几岁他就开始教书了，啊，所以他的教学是52年，啊，一生呢过教学的生活。底下有个举比喻，举空群一只体，啊，这是讲的是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啊，要懂得善巧方便。啊，小孩在哭啊，你手上扎个拳头，别哭啊，我这手上有糖，你不哭我就给你，那小孩就不哭了啊，就手上没有糖，什么也没有啊，这是不是骗他了？这不是骗他，这是一种善巧方便的，希望他不要哭啊，目的达到了。这是比喻啊！啊，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49年讲经说法是空前呐、啊。你可不要执着，哎呀，这佛法好啊！错了，佛法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上，他说得很明白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啊，你要不学这个法，执着法呢，就变成法执啊。能不能见性？不能见性。你把假的当作真的。啊，华严经在哪里？华严经不在文字，华严经也不在言说。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
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只要你把起心动念放下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这头头是道，足右逢源呐、啊，没有一处不是啊，没有一法不是啊。如果你还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什么都不是。啊，这个经典也不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了，着了有了，这不能着啊，着有错了，着空也错了，啊，通通不要执着，你才真正能够见到。底下意思是心通则法通，因虚空而识别呢。啊，所以关键呢是要心通，常通没有障碍。啊，心通法就通了，法就是能大师所讲的能生万法啊，只要你心里头没有障碍了，整个宇宙啊，可以说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这个能力，都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，你现在就是心里有障碍啊，心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啊，所以你的心不通，于是你对于一切法了都迷了啊，也不通了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清凉大师告诉我们，头一个你要肯定，要相信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，相信之后全心全力的求解，求解什么？那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真正是依教修行啊。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我们的行为有错误，必须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，行为里头最重要的是思想见解啊。我们对于一切法想错了，看错了啊，得把它修正过来啊。根据什么呢？根据经教啊。因为佛他的思想行为没错啊，我们很多问题想法看法跟经典对照对照，如果跟经典相应的很好，我们是正确的；跟经典不相应的了，那是错误的，赶快把它修正过来啊。所以经论是修正我们思想见解的标准啊，戒律是修正我们生活的行为啊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动作啊，合不合法，合不合理，戒律是标准啊。你只要依照这个来修，不依不行啊。啊，什么人可以不依呢？上上根人，像慧能大师的人可以不依啊，没有他那种条件呢，那我们必须要依经教啊。经教实在讲呢，依一步就可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步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啊。那到底哪一步经好呢？
过去弘一大师的介绍啊，很值得我们参考。弘一大师是知识分子啊，而且我们大家都承认他，他的确是个才子。中国传统的这个学术基础啊很深，多才多艺，所以他接触的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。他当时在世，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、大学生这样程度的人，都是介绍《华严经》，而且介绍呢清凉大师的疏钞。好啊，那我们从华严下手啊？为什么呢？它有很浓厚的兴趣，它的分量大，时间长啊，让你啊可以能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的心定在华严上。定的时间长久了，不知不觉，就有一点华严三昧的味道出现了。这是好事情。得到华严三昧之后，那你很快就会开悟了，悟入华严境界。所以从行，你就能够达到正。这个证圆满的证困难，高级的证呢也不容易。可是从华严实性位逐渐向上提，我们真能做到啊，这个不是假的啊，我们能够入初性位，那就是实性是华严的小学，我们也把它算为六个阶级，小学六年嘛，初性、二性、三性、四性、五性、六性，七性、八性是华严的中学。九性十性是华严的大学，初住以上是华严的研究所。可是怎样才能到初性位？那一定要把五种粗货放下。在见思烦恼里面讲，就是五种见烦恼啊。见是什么？你的看法错了，你看错了啊。六种思惑，思惑是你想错了啊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从二年级到六年级的过程，我们先搞一年级的，一年级就修正自己的看法，二年级到六年级是修正自己的想法啊。先从错误的看法修正起啊。这错误的看法呢，三界有88品啊，它分为归纳为五大类。第一个叫身见，所以头一个你要想到身是假的，身不是我，把这个身当作我是最大的错误。执着身是我，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
那身不是我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叫我所，不是我。啊，我所有的，像我穿的衣服是我所有的，它不是我。啊，身体不是我。啊，这个头一条啊，很重要啊。你看金刚经上讲的，我们在金刚经上得到证明。啊，不讲很高啊，小乘须陀洹。啊，须陀洹已经破了四相了，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如果还有四相啊，释迦牟尼佛就不称他为须陀洹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须陀洹破了四相，证小乘初果。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这样的，破了四相啊，才能够入华严小学一年级。是吧？所以头一个不能够执着啊身啊，不可以执着身是我啊，身是假的啊。什么是我呢？有人说灵魂是我，还是错了，但是比一般人高了。说灵魂是我的话，他还是出不了六道，他能够升天道，他比一般人高。啊，什么生物？灵性生物，灵魂不是我。那如果你承认灵性生物了，你才能出离六道轮回。你到哪里去？到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去了。这个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你这个搞清楚，你对生死看破了。啊，生死是身体，我这个衣服旧了，我就脱掉换一件新的。身体坏掉了，我换一个新的身体，跟换一件衣服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对于生死就看破了。啊，所以看破放下了。第二个。要放下边界，边界是什么？对立啊！我这些年来，这有缘分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在世界和平会议，我参加了十几次啊。讨论的主题是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那要怎样才能够实现呢？我说必须从内心深处啊，先化解我们对一切人的对立，对一切事的对立，对一切无的对立。这个对立呢，就是佛家讲的边界啊。我不跟别人对立，别人跟我对立不起来，对立是要双方的，一方面不对立了，那一方面也就对立不成功了。啊，我们用这个道理帮助联合国这些至死人人从事于化解对立、促进世界和平的工作。所以这个边界不能有。啊，边界没有的时候，身心和谐，你的身体健康长寿啊。为什么？身体里头矛盾没有了啊，然后再要把成见断掉。成见，你的主观观念啊，这个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因上的，一种是果上的啊。因上的叫做戒取戒，果上的叫做见取见啊，这两个都是属于成见，不能有啊。有成见你就不能随缘，你就不能自在。最后是邪见，除了这四种错误的这个见解之外，所有一切不正确的这个见解统统放下，这就对了。你这样啊，你才能入华严小学一年级啊。你是正式的毗卢遮那佛的学生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弟子。
如果这个你做不到啊，你在门外呀，你没进门呐，啊，你没有进入一年级的教室啊，一年级教室里头没有你的座位啊，所以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，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功夫没有别的，就是要放下，啊，所以这五种你看，无论是大乘，无论是小乘，必须放下。不放下，小乘不能证初果，大乘不能入一年级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